ISA 智慧型限速辅助系统，是结合 TSR 道路识别标志辅助系统，透过摄影机读取该路段速限标志，并智慧调整 LIM 速限系统之上限。此系统有容差值0到10公里的设定，当车辆即将超速时，系统将透过仪表与 HUD 标志闪烁，提醒驾驶注意行驶车速。同时，系统将降低引擎输出，直到车辆回到速限内。Ford Focus 2.5 年式产品全新登场，领先同级中型房车，率先导入 ISA 智慧型速限辅助系统。